放菜啊，你的都没听了。哎呦，你不要你别人放菜啊，听无，你真正是够翻就翻的你呀、啊。陈长顺这两个查某实在足有意思诶，去年底遐扭扭来啦。哎呀，我歹甲你讲啊啦，伟弟啊，你就是唔准入来啦。啊，若无歹讲，我予你歹看。应该离开的人是你才对啦。天哪！代志就好啊啦！你想看无路用的呢，嘴也讲要照顾阮超越啦，啊，结果家己行路，竟然行到跋跋倒啦！你哦，赶紧回去休困啦，莫再给阮超越添麻烦啦！阮超越这摆有心嘞，搁都爱烦恼你，啊，回去啊，回去啊！明明是你给我送的呢，你搁讲？阿公，你那个傻啊！你还伊曾经嘛强抢两张呢？啊，拄只伊嘛有傻瓜啊！啊，我那阵伊徛袂，我那跋跋倒，我也不是超工的啊！干嘛呢？亲戚也是目睭金金，第一脸笑话哦。你是谁啊？凭什么来指责我？拄则发生的代志，我哪有看到啊？明明是你家己撒跋倒的，你阁想要推卸责任？季夫人，卡说你若需要证据来制裁伊，我请了台行车记录器，应该翕得清清楚楚的。我现在向外书记调你，方便来告伊。好，这个领会我赶快找，一点仔假事。这是我跟朱瑞平的苏联文，到底有什么期待啊？苏主就没说话啊，你找的官员啊，苏是什么意思啊？路见不平，气死人啊！我就是那个人啊，我没想要看到光头白日，看到让人欺负，我想要在那里告白惨啊。嗯，我看你这款人就是欠架势的，你才欠架势的，谢青阿长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都有车头无贪，就看明我是谁？我敢是你的灯牌？阿公，哎呦，阿公，阿公啊！你偷偷装啥？装啥？你到底老耍不呀？装啥呀？哪里啊？害怕？我是家己人。你哪个这样子就来了？妈，是的啦。啊，我对台湾的路不熟，不让你等太久吧。侯副总啊，啊，这位是你的妈妈。嗯，是，伊是我的大姐杨双水，嘛是五级集团的总裁。边个有熟识？妈，这位小姐是江总裁的查某孙啊，江超越。啊，这位是环宇集团的彭彩霞，彭副总。拄只的代志去牵连着总裁，真的就歹势。是啦，总裁夫人，多谢你救我，还佫替我讲话，感谢你啦。彩玲唔知安尼讲，我拄只讲你摔一跤，敢足严重的，我叫阮司机载你去医院检查一下，好吗？啊，别，我佫爱带超越去试穿新娘衫嘞。总裁啊，
不打不相识，这嘛算是一种缘分啦。啊，我咧啦，心里爱来带点一杯啊茶咧。啊那，该说多谢就说多谢，该回去的就爱回去的啦。有什么代志，你来来再接我讲。杨总裁，请你们坐。拍谁啦？度假是我想过懵懂啦，有眼不识泰山呢。竟然无发现哦，眼前这位哦，这么啊高贵，气色这么啊好的夫人是杨总裁啦。不过是不是当拜托杨总裁，看咧环宇集团跟恁五级集团有合作分享。大林有大量原谅我，我顶多要感谢你给我提醒啦。啊，亲像你这种看官无看家，啊，搁爱讲白菜的人，我真正想袂晓呢。迄个环宇集团的江总裁是安怎这么看中你嘞？我正顶多来怀疑讲，迄个江总裁，伊真正是袂晓看人嘞。总裁，迄是因为我超越。我听蝴蝶讲，你准备要结婚啊？啊，唔知影啥人有这么好气，会当娶你做某？总裁，我的未婚夫伊叫陈文瑶，伊是一个真正直、够辛苦啦。是啦，迄陈文瑶哦，就是我的后生啦。唔呐，生了烟斗，佫真将才呢。辛苦顶哦，老的嘛是我的货，我好的所在哦。伊都有遗传着啦，正直甲勤困，那就代表讲伊这个人品行真好啊。无怪你会把你的心交予伊，啊，唔知啊，伊即摆第一倒位吃头路？哦，伊是黑旗集团的总经理。黑旗集团，蝴蝶，我会记黑旗集团董事长，敢是叫做陈忠信？是。大北京嘛，甲环宇集团合作未来城的养生中心的计划，黑旗集团嘛是其中的股东。嗯，那呢，我阁加一个理由来认识你的未婚夫，到时间再介绍我认识。好啊，无问题。对啊，总裁，这位丽萍阿姨，伊是文瑶的爸爸，准备要娶你们的家后，所以讲文瑶才会请伊。我来订婚纱。哦，原来是未来黑旗集团的当年哦。哎呦，邱总裁，你唔通咧叫我啦。我不过是照顾陈家的大大小小，公司的代志我无插手啦。这阿尼阿怂，陈家来的人当然啥物嘛无法度插手。夫人，你是过谦虚啊啦！当当的会让你去处理因囝婚事的代志，迄就表示讲已经和你冥婚啦。啊对啦，啊你做假去有人撒跋倒，敢真正唔免去病院小检查一下？真正唔免啦，哎，小发伤尔，我哦皮高肉粗，这无算啥啦。总裁。真正足感谢你，感谢你救我。若不是你开车替我挡着迄灾的，我可能已经无命。感谢你的救命之恩。哎，夫人，你莫这么客气啦。咱讲来讲去，咱嘛是有关系啊。啊，算起来拢是家己人。啊，我做我应该做的，讲我应该讲的。啊，今日拄好我出现在遐，就代表咱两个人有缘。这拢是提供费的安排，你莫放在心肝头啦。多谢尹总裁。蝴蝶，咱甲环宇集团合作，啊，超越是江总裁上疼惜的查某孙仔，咱绝对袂当失礼。你替我准备一个大礼，表示我对超越的祝福。好，总裁慢啊，只要你会当来参加我甲文瑶的婚礼，我就感觉就赢。无咯，这是我做时段一点仔心意，你一定爱收的。蝴蝶，你要听我的，去穿一个适合超越耳钩甲破链来送我超越，至少一定要有当家人知影。
你有我这个师大第一听你，以后因才会好好来对待你。交给我处理，多谢总裁这么疼惜我。总裁，我拄只吼已经甲经理交代过啊，啊你着等下阿伯超越来试穿牛衫，阿伯要紧的人，应该甲赶走啦。啥是不要紧的人？刚刚你直接爱我提扫帚出来，你敢敢玩造型？超越，阿哥先回去公司啊啦。啊，若是有啥物需要阿哥搭三工的所在哦，你就打电话给我，好。杨总裁，胡副总，我先来走。妈，你是安怎要甲朱丽萍有特别的介绍？你甲江超越的关系如何好？这原因我了解。那恁朱丽萍呢？我当然我家己用意甲安排。你着莫问遮尔济啊！应该予你知影时阵，我处理甲你讲。妈，歹势啊，是我搞话啊。啊是讲，爱你去联络骇客的代志。你跟你们的好势啊？我拢安排好啊，请妈放心。朱丽萍，我跟陈家有真深的牵连，以后咱一定会搁再见面的。哼！阿彩，陈中顺已经到位啊。你好准备出手啊！再记哦，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养秀，我才会出手。不听电话。走路就好，我走敢那过一体。哦。不是你啊，有车！啊！吴家，多谢你。那个人可不是阿姨，唔对啊！伊若来台湾，蝴蝶咱拢无甲讲，凡事我只看唔对啊。我扶你起，啊！哎，爸，哎呦，干爹，你有劲无？哎呀，伤到倒位足疼哟！来来来，可能拄只有黄金啊，把沙发抱咧涂骹，去弄条看。弄条，弄条，真哦！哎呦，真有劲呢！啊，你讲不有劲的已经够少啊，怎么可以伤到这哦？我看哦，赶紧送干爹看医生啊！哎呀，别的，我不介意。来拜拜，什么来拜拜？当然嘛是先叫医生看，你看你啊，听到面拢结开球啊，进来，来，爸来了啊，来，啊，可是爷，小林，